丰盛对战方也是丰盛，两边全是丰盛。紫禁城这边女人拿到了全场的一个医术，大唐女拔国标继续练习啊。对战方是花果神木林，花果神木在呢，干嘛？什么有瓶子了？什么意思？爷爷报告主播，西妹妹穿的这个衣服挺好的呀，衣服不是挺好看的吗？她平时也不穿这个衣服，可能就直播的时候穿一下，所以没换衣服也正常。你们这个女主播没换衣服，你们都有话要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恶心啊！哈。女儿村有医术啊，这场 PK， 那么物理速度跟法系速度应该都是拿到了的啊。那么反这场 PK 紫禁城是速度全拿啊，速度全拿。相对来说，大唐女拔打这个神木花果的话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小死亡又没给中啊，给了一击6000多，荆棘舞3900，法连出击2400，大唐直接倒地，但是大唐宝宝是招出来了，法系要开始那个。感谢杨仔送的粉丝卡支持，感谢啊。速度全拿还包输吗？你们不是开玩笑吗？啊，速度全拿你们还说紫禁城包输吗？我觉得这场 PK 紫禁城输不了啊，这怎么输啊？这都能输吗？感谢新世芒的粉丝卡支持啊！问题不大，这 PK 兄弟们啊，观战是哪个？观战是紫禁城啊，对战是钓鱼岛。好，再封啊！对面神木林直接命中。那么主战方这边也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让对面点人，因为对面的点人是可以持续的啊，没有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我佛直接拉啊，手软可以顶个血，然后纸人可以先顶。那么对战方即便上个手势的话，也不一定守得住。光辉直接打上，打给了女妖村，因为两个女妖全部是曼珠卡的一个光辉，这个变身啊，所以说抗性应该不是特别好。平砍没有选的立顿，满天花雨出来了啊，神佑了，可惜。手软都没给大唐顶，那想守就守吧。秦英三叠一丝血锁住，现在这个秦英三叠打上去的时候，哇操，又神！紫禁城遭遇了一个双连神佑啊，难受。这个逼他妈加了微信，让我帮他点一下拼多多说，我是来支援联系问题、定做、收时间绰号、定做宝石的，你知道我帮你点拼多多，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只直播，我有时间帮你点拼多多。你是这个，比如说新之星，能帮我点一下拼多多吗？他说，你就是个工具人，你别跟我是无拼了，你别哈弄弄哈，去给我吃拼多多，我是要晕死了。好，罗汉了，那么先扛一扛啊。大唐也是没有倒地啊，没有死。落雨金烟砸了一下，不想让大唐活血活上去。好，先活到了法师身上，本来是肯定活到了行的，毋庸置疑啊，活到法师身上。师傅都回一口，这口有可能会点拉的，因为这回合啊，点拉起来的话，现在紫禁城对紫禁城来说蛇没有召唤出来，然后对面的宝宝没清掉，一持续神佑是比较伤的。对面花果山直接魔镜孩子召出来，那么再过会肯定要神通了啊，肯定要神通了啊。螃蟹也是这个 V 啊，螃蟹也是加这个微信啊，之后要卖的，现在还没有呢，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这不好吃啊。还有20多天吧，20来天应该就有了。螃蟹也是加这微信啊，兔宝951这个小号微信，大号加满了5000个了。加过我大号微信的也是可以，无所谓的啊，反正到2个微信都可以联系，都可以联系到我。啊，这个微信上老婆不用查账了是吧？啊，挣点外快是不是？哎。然后搞一些妹妹在里面聊聊天什么东西的，小号微信我老婆不看的，对吧？嘿嘿，我他妈真的是太聪明了啊！那么还是要去活啊，这个大唐的上限得迅速回起来了。化身这回合没有宝宝，对战方在这个时候再开始，对吧？再开始弄化身四啊，就围绕化身四这个点去打。好，破甲女儿村这个围绕化身四这个宝宝清化身四的宠啊。因为这是化身四有点忙出宠了，还是选择没有那个老王没有点提前破了平砍。我操，
这大唐上行好难回啊，这化身四宝宝被清了之后，你五输出的伤害就裂开，加上魔晶了之后有点被动啊，这现在有点小裂啊，有点小裂。大闸蟹有蟹黄吗？你不扯淡吗？对吧，大闸蟹没有蟹黄怎么能称是大闸蟹。孤号吗？我不会孤号呀兄弟啊，不会孤号。我不会孤号啊，孤号我不会孤的，价格不懂的好吧，但是我有别人懂，我有那个专门孤下的团队。感谢平茶石，好吧，感谢平茶石，感谢楼同林送的粉丝卡支持啊，感谢，还有六分钟兄弟们啊，有粉丝卡的可以给主播送送，那么这粉丝卡送出的话有获得额外的一个加油棒的一个奖励啊，能给主播送上加油棒对吧，一张粉丝卡有两份的支持啊，既有咱们的加油棒支持啊，又说又有咱们的这个就粉丝卡支持，又能续牌子对吧，收益是比较大的，可以有的话可以送一送，还有六分钟时间100元的宵夜啊。大唐这时候一直被压制，那么主战方这边的话也要招千术蛇卵，何况赫化生又是被封啊，所以招千术蛇，你看又是青花生宝宝，你对面这个打法很针对对吧，他知道你这个时候和尚啊人心没叠起来有点忙对吧，目前他叠了一层人心有点忙，那么压制你大唐打法的话也是对战方。好，先棋止人了啊，还是人棋止人，不敢再善恶出去了对吧，不敢再善恶出去了啊。那么这个样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打法还是比较针对的，那么这回合很可能来说的话对战方还会可能用善恶来压物理系，所以说化身这回合可以用千术开掉之后啊，感谢良辰的九九办卡，感谢良辰啊，感谢我良辰兄弟的九九办卡啊，感谢。那么其实观战方这边啊，你现在来说哦，选择了化身巨出宠啊，给顶了大金，对面点了点女儿，防了一把女儿盾，这花果山没技能咋点啊，破血吗，平砍点杀我的膨胀，但是暴击了，平砍8000不是吧，是这平砍8000，不过小死亡没中啊，地府这个门派挂小死亡的话挂女儿是有点不太准的，女儿有神器啊，速度差距越大的话，速度差距越大对吧，这个越难挂中啊，女儿越抗风几率嘛，增加一定的抗风几率啊，所以说女儿这个门派地府挂不中的话也是正常的啊，神之上 PK 女儿的本命版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但是没有小死亡的话也能给对战方增加不少的一个优势，主战方那边是有千术的，所以化身干脆是没有开啊，要不然开的话容易再被你飘中或者干嘛，直接先用千术开了化身，直接活血可以 上去了，然后龟速宝宝拉起女儿村就可以直接那个了啊，龟速宝宝拉起女儿村直接喝酒就完事了，观战女儿村是有速度的啊。好，开了封印活血，大唐的血量2800再活一口，基本血量健康啊，基本健康。小死亡有旗子，准备继续杀法师二狗，再平砍青虫，触发了满天，没有神啊，善恶清掉一只，那么对战方才只有一只善恶了，泼天乱爆8800直接砸死，并且没有触发163，主持人这边这时候持续人物单位倒地啊，非常伤啊，非常伤。好，再封啊，命中。感谢洛西西送的粉丝卡的支持，感谢啊，洛西西，感谢你的支持。还有三分钟，兄弟们啊，粉丝卡还有三分钟。这PK 其实整体来说，刚才 Forever KB 也送了好多张是吧？感谢洛西西的7张支持，感谢。啊，解无至今状态啊，解掉了。地府这个毒的效果现在也跟看得出来了，封大唐没速度了，女儿村活血死前对面可能是出了神马啊，所以说没速度了，可能是他这个五号位置不是开膛宠啊，再毒一口，血量还是要急速要回啊，你现在多个单位点全部是残血啊，这把封住了师叔还好一点，对面和尚应该是不会去给鹈鹕的啊，啊开了啊，上回合封开掉的话直接可以出手了，杀威再清楚，那还好这个宝宝是神用了，这个宝宝如果不神的话啊，观战方这边
这化身的节奏属实太长啊，无限很针对的清化身宝宝，也知道紫禁城化身宝宝加伤害相对来说偏高啊，紫禁城的化身加的伤害偏高。一般人打 PK 青虫的话，就会盯着风系的宝宝、物理的宝宝清居多。两辅助的宝宝来说，因为辅助比较闲嘛，你清辅助宝宝收益好像不是特别大啊，辅助比较闲，所以说，一般都会盯着这个一速或者大行的宝宝去清啊。那么这场 PK 钓鱼岛在压制了主战方这边法系啊、物理以及风系之后呢，他知道你化身这时候太忙了啊，所以选无限清化身虫。那么你的化身就会越来越忙啊，那你这个血量回的不会特别及时。好，再风女儿村，没有速度，水清群给了一把，两把塔正好是一个水清，防止了大唐的一个小死亡点杀，再开了化身，再活大唐啊，5600，小死开始点了，点花果，对战方也点。但主战方这边物理系速度肯定是比对面快的啊，这个毋庸置疑，加上魔镜激发等于说给主战方面助攻2000，要开刀第二刀2400，第三刀看一下数据，最后一刀法系起来暴击了9000血，对面破天11000直接砸死暴击了，但是小死亡没有中啊，老王的小死是没有中，主要是因为主战方这边女儿给了水清啊，那这回合水清保大堂对不对，再次顺便点杀花果山的话，这边收益也是非常大啊，法系肯定拉起来对不对，肯定拉起来直接给那个啊，谁拉的啊，壁垒，我操，女儿宝宝拉了，不是吧，这毒不死，有血量看到了，这太伤了，女儿宝宝了，女儿宝宝飞了，没毒死，对面人顶没拉须弥，这把点了伤太伤，19秒钟 Forever KB 准备绝杀，我们来看一下他能绝杀掉吗，还有15秒钟的粉丝卡啊。好，罗汉接一把赶紧对不对，攻防转换啊，赶紧就把进攻防守回来啊，罗汉还是要接的，对战方的大花果山伤害真的是太猛，猛如一匹马，猛出了一片天际，看谁中了，哦，梁晨中了，你们两个逼都没中啊！梁晨中了，我梁晨兄弟中了，我给他转100块钱。不是带来物爆零式，师叔的物爆装备比较多啊，所以比较能保。Forever KB 跟9500都被黑暗了，我估计你们很不服。梁晨支付宝我好像有啊，在哪呢，之前问过他有支付宝，好了，那么紫禁城这边继续回血，这把攻防转换罗汉接上了之后，相对来说压力要小一点啊，因为毕竟对面是神木林的一个这个门派，那持续秒罗汉的收益是比较大的，你发我发我、啊、发我，你为什么还有钱，有钱不行吗，紫禁城大唐有一件穿刺啊，有两件事，紫禁城大唐是腰带十七段，鞋子十七段，头盔十七段，衣服穿刺，花木兰那个1100多伤害的武器对吧，大概装备也就是这样子。阿金我想在苏州买房子哪个区稍微好点，园区啊，有钱就买园区对吧，苏州园区现在吴中也弄得挺好的，好一排高连啊，鱼岛是狂冲的啊，钓鱼岛不管狂冲，无限挂不中小死亡，老王是吧，怎么了梁晨，你没有黑暗里啊，你中奖了，你发个支付宝给我，你看一下微信啊，你姑苏区的是吧，沧浪区买升值空间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在苏州买，主要是买不起，太贵了。那么紫禁城这边血量暂时还算是都比较残的，每个单位点。那么女儿这个血量要迅速回起来，因为就是对面这个时候，好战风。那紫禁城女儿怎么突然之间没速度了？开场还是有速度的啊，
出了神马都没出，是被刷也没被刷，是凝视流云了没给，还是怎么回事？啊，驱散一下，金刚给你去掉，老王甩金青了啊！鱼岛在感觉前期冲不掉之后，开始，对吧？缓一缓，轻轻宠再说，找好节奏。七千啊，杀蛇继续。没有罗汉舒服多了啊！没有罗汉的话，这神木林秒出来，伤害还是比较恐怖的。天魔觉醒啊，蛇牛先上招，下次开高点行吗？一百太寒酸了，开高点也没人刷呀。168行吗？尽管把把被黑暗，行行行，没问题啊。168整一个吧。嗯，这上把反正也没亏，无所谓了。好，再读回血啊。那紫禁城这边的话，现在肯定是要保召唤物啊，保召唤物。那钓鱼岛呢，现在开始转战青虫了啊，不，并没有想着什么去进啊，去点杀小死亡再挂，再给中法系，法系是没有蛇的，起流盾，紫禁城法系还能神吗？他输出伤害太高了，这个时候状态叠满了，贴了一只，要不贴的话可能就直接死了。对面秦鹰山叠，这个一丝血应该是神佑了，2113秦鹰反叠，秦鹰的伤害加上加持之后，这伤害是比较高的，对面有奈莲。肯定是会跟1400战神，还有一只没有触发啊，死了。最后刚才那下是武器神用，你真的只有1.6米吗？我1.76米啊，不要瞎说好吧。灵台什么意思啊？什么我有50万钱能和你在湖州做邻居吗？可以的，刘统领，没问题了好吧，50万这足够了。想做邻居是吗？啊，对战方看什么时候出宠了，观战也没打针啊，三回合的小死亡，金刚甩身要直接突破一个点吗？这突点不死啊，感觉，别点啊，你点上点成功不了是吧？啊，王两追魂啊，行，啊，七塔，对面地府严了吗？严了没有？老王，没有啊，出宠了都没严，那么这回合小死亡也是，反正没被严啊，无所谓，下回合就能起了。我们和尚人心这个时候其实也点满了啊。感谢 YCB 路人兄弟送的粉丝这个锦囊支持。对面四层观战五层了，感谢9500的粉丝卡支持啊，感谢9500。刷100张，你们整个照片不好吗？对不对？拍个照片它不香吗？非整个10张10张刷，哼。那么看一下这把主战方这边，暂时来说法系是可以起的。那么法系不用怕被封的话，想点也可以点啊，想点也可以点。这个时候紫禁城要点要点对面女儿村了要啊，紫禁城这边点上最好是和尚有金青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点的一个状态。女儿要拉神马。好，连无情不再封地府，直接防点中了，直接换了一只须弥。真要点女儿吗？和尚有金青吗？罗汉没有金青，换须弥应该是要为了点女儿啊。地府肯定是中毒了，应该是。对面活血哦，秒飞了一只宝宝啊，没起打了，我操，就是为了秒飞对面的一号宠啊，牛逼！对面小死亡点挂法系，觉得紫禁城这边是高速拉的啊，这个蛇卵拉的，所以说选择点挂法系，但是回合紫禁城。哇靠！赤大堂他妈顶盾，这杀的不讲道理啊！这花果山秒飞之宠，这个应该是一只神马须弥吧？这禁忌法包那只啊，青蛇卵啊，神了啊，还不错，蛇好像马上可以招了啊！点挂法系，但是没有中挂到了宝宝身上，因为法系是龟速拉起来的，并没有高速拉。这蛇卵他以为是高速，那么正好点挂的话，对不对？能直接挂到法系身上，那挂到了宝宝身上是没有用的。好，再封和尚，碎玉弄银强控，
中，直接开，我操！但是主战方那边反正有小死亡了，开的也正常了啊。好，奇迹如风，女儿准备喝口酒啊，花生，我操，没配速，但神了法系，对面法系还没输出。哎，这回合怎么打点的？对面是拉宝宝点的吗？他法系没输出啊，力劈没跟。奇迹如风下回合关这方女儿铁有一术。这个是应该是神马力劈，你看一千多血掉这么点，我操！这回合遇到亏炸，亏炸，抽的168红包，兄弟们啊，抽的168的宵夜红包，烧烤套餐对吧？差不多168够吃了。这把遇到亏炸，感谢阿牛的十张啊，感谢阿牛。是吧，奇迹如风了。其实紫禁城女儿开场是有速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突然之间没速度了，可能是因为紫禁城开场带了神马，对战方没带，但是对面神马的效果也过期了，对面紫禁城这边再拉神马的话肯定是有速度的。是刘卫宁之差一把吗？开场紫禁城女儿是一速啊，是差把刘卫宁是吧，抓了三把啊、哦，抓了三把没有抓回去啊，我没仔细看。好，奇迹如风，那这回合女儿肯定是有速度的，可以清了啊，铁金出来。那么对战方这时候也控不了人，主视角兵可以活，大活血大概率是活女儿村的啊，这法系是不会去管他的。好，直接真了地府防点、啊、那这回合自己点杀有点明显，紫禁城点吗？没点，抓了一把啊，还是要需要这个速度，这女儿村速度还是要的啊，你这种 PK 女儿村速度太重要了，破血神了啊。好，魔镜再打给师叔啊，让师叔的伤害能够输出更高，又青蛇应该是啊，杀法系再神15000，法系出了蛇卵，已经出手了，伤害是有点高的，没速度肯定是要抓的啊。那、啊、顶回来回速，因为对战方其实两边都是可以顶回来回速的啊，你这回来回速很重要。大唐的速度比化身都快，那正常的，因为奇迹如风了嘛，加30%啊。30%的速度加上去的话，的确是这个大浪速度肯定是快的。那法系虽然死了，但是也不影响啊，不影响操作，对吧？这把 P 过来暴击了，又来了，恶心死了。声音关了，换一个，稍微带点音乐，开小一点好，是不是？要5分钟啊，这时间啊，这个音乐很恶心啊，关也关不掉，好几天了。这中元节活动真的就是这样子。好，破甲啊，这音乐是中元节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狗屁东西。每天都有，关都关不掉，试了好几次，点大堂看一下，四千平砍了，选择没有去做防守，顶了一个顶满，沙杯有贴啊，可以的，打花果山队伍是该有贴，你不贴不行，和尚操作手加鸡腿啊，单秒啊，即便死了也认，再顶啊，回春顶一个大金啊，拉起法系啊，没有给你大金。啊、打花果山阵容还是被贴啊，因为这时候对战方没有什么凶探宠了，什么奈莲啊、善恶基本上都清空了，对吧？都是力劈，那么点杀只要失败的话，其实很优势还是很赚，因为你这个时候总归有输出嘛，对不对？没有遇到鬼就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大唐又送了一把愤怒啊！大唐的话刚刚破血了一把，人还有愤怒啊，肯定是有愤怒破血的啊。收一个梦幻背景音乐，哼，收一个梦幻背景音乐是去哪收啊？这优酷这个酷狗没有啊，酷狗好像收不到的。这个背景音乐被那个弄走了啊。被那个网易云音乐搞走了。网易云这是代理权被没有没收了，酷狗找不到，一般用酷狗用的比较好。
没有用网银，以前是有的，以前是有的，现在没有了。哎，几分钟就好了，好吧，兄弟们，网易云是有的，我知道啊，我没有用那个，几分钟就好了，这个被战斗营，他到九点钟就结束了啊。好，还是就老王这场 PK 小死亡是挺水的啊，破血又神了，再顶，还是三法系，但小死亡没中。啊，风卷，这把风卷伤害有点高，可能四千八、三千八。那和尚灵院还在的啊，紫金师妹和尚都在了。灵院在的话，这个血量现有点残，还是可以的啊，能接受，对吧？你把灵院能推上去啊。想到二四回合的时候去推吗？其实现在这个血量已经是有点残了，对面有飞机了。这把面霜打过来，紫禁城这边必须零元推，不零元推可能 hold 不住啊。除非或者有青青可以的啊。二狗为什么这么喜欢青宝宝？那爹，这不青宝宝怎么办？怎么了豆豆？你要去哪里啊？想吃东西啊？那去向爷爷给你弄。感谢好大好大大大大大大兄弟送的粉丝卡支持啊！还有两分钟就好了，稍微等一下吧。那一个小时总有那么一次，对吧？好，灵元推了，你灵元推上去，这个血量应该还能 hold 得住啊！渡劫防花果点杀啊，小死点花果，这把被渡劫防住了，应该是。法系不知道有没有碟子对照点法系，空切是空切不了的，你们知道吗？最烦的就是空切不了，一千七。那花果山这血量比较多，到后期都会贴，你看狂贴。对吧，法系很容易会死，保了一下保护，有三叠吗？没出手，砸了吗？啊，无相神了，无相打神了，啊，给须弥清掉。那么现在来其实主战方那边法系倒是也没死啊，不过反正没有小死亡也无所谓，点不点都是那么回事，这老王的小死亡真的是，哼，对面是渡劫金身打神了，他有渡劫，渡劫金身打神了，对战方这个花果山他是加了渡劫吗？那必定神一次嘛，对不对？必定神有一次。看一下，应该快好了吧，这个声音现在还没有。好，直接换须弥啊，主战方这边800没有出方法连，对面想死喊真了，因为也是意识到你可能会换须弥，所以直接真地府防止你延长了啊。对面也是灵元推了一口，花果山这回合站住了，没死。整体血量残啊，地府毒。那化神的话，赶紧把宝宝补了。这个回血回的怎么？现在梦幻西游这个显示战斗显示这个效果看起来真的好别扭啊，好尴尬。其实这场 PK 观战方这边是点花果山啊，因为其实鱼岛这个阵容花果山你不是这么好点的，对吧？你点法系可以。怎么是这个音乐啊？我操！切出去一下啊！点花果山不是点法系可能好一点，重复上回合啊，紫禁城这边是换了须弥，那没秒死啊，这个须弥伤害不够高，876差的不多。他是觉得你换须弥能换死我花果山，怕你地府直接延出来，所以说我直接选择了去胜。感谢狗黑头子金兄弟送的粉丝卡支持啊，当然主战方那边地府也不会去这种冒险操作去延的了，对吧？168宵夜红包还有16分钟啊，兄弟们有办卡的可以给主播送一送粉丝卡啊。开始合鸟了，幻魔属实是 hold 不住啊，那秒过来鸟也飞了，这粉丝勋章都要升级了是吧？好，天魔觉醒啊，直接招幻魔还是依靠了，那你打神木林队伍对吧，女拔木就主要是有幻魔来牵制对面的一个节奏，你幻魔招不出来的话，这个节奏就被拉下来了啊。看女儿村这把的操作，好，对面笑不让你进，身体血量还是比较残的啊，和尚还用灵元推，再来一口，
没有去想法点神木啊，笑了地府防罗汉，女妖金星被笑，地府罗汉被笑，我操！是回合，妈的！狗子真的是青虫小王子，狂青虫的狗子。啊，没清掉，一神一神真的是就容易那个，一神一神青虫，一神又就喜欢，就有点被动了。那法师又死了，那这个时候挨赢了啊！对面女还有速度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挨赢了。基本上是挨赢了，这个法系挨赢，对，没出没，他可能是女人还有金啊，他可能是地府会直接赢的，四回合小死高中，哦，三回合啊，不一定。好，小死强点女儿，但是女儿的血满了已经，对面也点啊，点大行响，再突一个单位，出了一只神马，扫两千，法系不能出手啊，最后一下贴了。没暴击，1800血，这个血量有点欠扛，暂时啊。沙大行有贴蛇卵贴的，青植物单秒，大狼死，两个尸体了。好，虚弥秒2500，这虚弥威力在哪啊？法莲，我操，这死了，牛逼！这把点刹车呢，很戏剧化，但是点死了啊，这个是硬件，好啊，这宝宝虚弥速度比较快。伤害又比较高，对吧？硬劲。你要没有这只须弥的话，就须弥这速度慢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对战方案，其实他是选择了典礼大行，他要是清了你这只须弥，这把点杀就成功不了了啊。但是硬劲是可以的，太堵了，好吧？这个须弥有点凶。那这个时候主战方这边就可以三延长了啊。那么余岛是一个都延不了啊，一个都延不了。这只须弥。指点钱啊，指点钱，没盐吗？这地府没盐。好，摄魂顶和尚，直接杀和尚，我操！4000弹了个甲，三叠啊，被偷4900，没死。他这个血量是显示了。他这个三叠显示第一下的血量就显示了你所有就死不死的血量已经看出来了，裂开翻盘了啊，翻盘了，兄弟们翻盘了呀！这时候紫禁城已经刷到神行，对面女妖倒地，主战方面地府直接延掉就行了啊，只要不中无魂就行，对吧？这把可以女妖村给对面无资金，给对面和尚无资金就行，那么地府铁延出去的对吧？给对面和尚无资金就可以了，大行是没起来，给和尚无资金啊，不能让对面和尚丢无魂，说观战和尚给对面。和尚丢五资金有点危险，因为主战方面和尚血量残，对吧？女儿给五资金最好的，女儿差一只宝宝其实问题不大的。大行拉起来，啊，解射魂没有解掉啊。好，再换靴啊，对面肯定是无魂了啊，对面是肯定是要无魂的。啊，温奎雷地府不会舔吧？没舔，还好。这把要是舔了，对面女儿起来了，观战裂开。好，小死点女儿。啊，余岛点上升的是属实对吧？知性。对面神木林只有一层风铃，当头一棒敲了8600，青植物单杀。啊，成功。那么余岛其实也是有延长的啊。那么两边女儿互死，神了，打300肯定是神用了。豆豆干嘛？Forever KB 兄弟续费了伯爵，可以的，老板啊，你早说你要充钱，我给你送券啊！你要充钱，我给你送券啊！我要5张送超级火箭的券，你不要吗？你早说啊！5张送超级火的券，你是这不要吗？你给老子券吧，给你啊，你要吗？这给你好了，9500。啊，对面也赢了，两边女儿同时死，而且赢的回合都是一样的啊，哼。观战方这边3.0元断穷巨剑，9300，那这样一个时候其实
对于紫禁城啊，又舒服太多了啊。被对面咬的咬就惨了，双招成型，其实优势已经很大了。虽然女儿死了，对吧？女儿祭天，法力无边，好吧，二狗啊，女儿祭天，法力无边啊。只要女儿死的 PK， 包赢，好吧。超级火箭有没有后台的？没有啊，这个你说免费的那个是吧？没有后台的，但是能拉人啊，能拉人，能拉人，这超级火箭。然后如果是有活动的时候能算票的这个东西啊。9500你 ID 多少发给我？哦，你有券是吧？哦，你有券，早说啊！感谢我 Forever KB 兄弟送的超级火箭拉人，感谢啊！你有券是吧？我以为你没券呢。粉丝卡送送兄弟们啊，粉丝卡送送啊，这168的宵夜啊，10分钟好吧，粉丝卡帮忙送送啊。好，刘云补了一把啊，那么主战方这边给法系补了，刘云抢法系的速度，对方双杀对面的状态啊，化身直接舍了小勇种11000啊，小死再点啊，这把点杀的话，小死装备冲，对面出地厅想找一下机会啊，感谢莫名喜欢你啊送的粉丝卡支持，感谢，贴了一下啊。大蛇大牛轮番输出的话，对面这个血量化身钢蛇国又差不多残了，打过去对面163触发了壁垒击破啊，再来恶爆狂神，再来啊又神，好吧，这是163太能神了啊，有天须弥还能来一下啊，还能神吗？啊，没神了啊，这把死了。鱼岛想找点机会，是不是冲刺一下？那观战方虚名一出，那么地厅准备清场。你再给我一张，好。9500，你 ID 发多少发我？微信发给我，好吧。我给你送点这个券。超级火箭这搞搞妹妹挺好的，妹妹有的时候不看了，你知道吗？给你整两张吧，好，我这太多了。我操，5张全给你了！他妈的，真的，9500没了，这5张全送给你了。算了算了，给你吧。妹妹有的时候不看的，对你送个超级火箭，她以为你不知道的。